再来看，为着讲要应应这二零宏远大城加德长大众运输的需求，环府伫100年度申请交通部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，补助这客运业者来买车，规划到底 DRTS 加上公车路线计划，将伫二月十号到28号的时阵来试营运，3月1号开始试办6个月，到时阵就会当改善这偏远地区公车无够的问题。DRTS 接驳公车的路线是全国首创，完整需求反映式的运输服务。在国会大力支持，也有中央协助经费补助之下，目前已经是完成筹备。官府参议陈君绥表示 ，DRTS 接驳公车的路线将会采用6台中型巴士来投入行驶，服务范围是围绕二林、宏远、大城，也有德长等4个乡镇。2月11号到28号试营运期间完全免费，3月1号开始试办6个月。20区的4个乡镇，也就是20镇、芳苑乡、竹塘乡跟大城乡。这4个乡镇，你的起点跟起点都必须要在这4个乡镇里面，也就是说，你的汽车的店、跟你落车的店，拢一定要在这四乡镇内底。桥轨，真歹势，伫现初是这个阶段，咱这个系统无提供服务。万林客运总经理黄金生表示，当初参与这个标案，纯粹是无想要让这条路线让北京客运公司来抽走。即马接下这个案件，将会尽力来达成服务的品质。试办6个月了后，再过来讨论营运的成果。我们跟业者就是想要把这个我们自己的营运路线巩固好，所以说就是来承做这个案子。啊，希望说我们这个案子能够成功，因为我们园林客运有很多偏远服务路线。如果说这个案子成功的话，相继以后我们可以向交通部公路总局做相同的那个规划。DRTS 就是公车采用这弹性路线行驶，也有事先预约的制度。民众在坐车的前一天透早会当卡万林客运公司0800-785-688预约专线来叫车。客运公司整合民众坐车时间、也有地点等等的资料了后，来规划路线，并且来算票价，再过以电话通知预约民众。经过双方面确认了后，地当来完成预约。有一点嘛，亲像咧叫客停车，不但会当配合民众的时间，更加会当就近伫厝内门口附近来坐车，会当讲是相当方便。中央新闻罗清良中华报道。